三轴稳定器。三轴稳定器现在是没有用三轴的手持，好，一小段就好了。现在是用三轴稳定器来录。上下。然后它有另外一种模式嘛？嗯。叫做什么？追踪模式嘛？嗯。这固定一个焦点。嗯。嗯，这个就是全跟随，全跟随它是这个手机的面会跟杆子的面是平的，所以你看举起来，对，它是平的，下来也是平的，就是跟稳定器保持平行。对，然后你再点两下，它就回来。这样子，然后再点一下会变跟随模式，嗯，会锁定其中一个焦点。会锁定在某一个焦点上，所以你左右移动都不会晃到。